1943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转折的一年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始了反攻阶段。在欧洲战场，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展开反攻，解放了2/3以上的国土。英美联军结束了北非战役，乘胜追击，于7月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。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彻底垮台了。在亚洲战场，日本法西斯祸不单行，随着盟军的节节胜利，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越加被动。同时，来自空中的威胁更令日军寝食难安。美第14航空大队自1941年成立后，以衡阳、桂林、南宁等地为主要基地，不断对日本本土及各战区日军进行打击。至1944年5月，美机共出动25000余架次，击落日机1000架，击沉击伤日军舰船90万吨。为了扭转败局，日军大本营决定孤注一掷，打通纵贯中国大陆的交通线，使平汉、粤汉和湘桂铁路恢复通车，经由印度支那维持与南洋地区的联系，并摧毁中国的空军基地。据此，1944年1月，日本大本营决定实施代号为1号计划的打通大陆交通作战，计划于4月下旬向黄河两岸发动攻势，用1个半月的时间打通平汉铁路，6至9个月打通粤汉和湘桂铁路。显然，这是日军的最后一跳。为此，日军在黄河至信阳、岳阳至越南的元山、衡阳至广州的2400公里的漫长战线上，调集了约50万人、1500门火炮和250架飞机。4月18日0时，日军第37师团等部在河南中牟一带强渡黄河，突破了中国守军的防线，向郑州挺进，从而揭开了豫中会战的序幕。短短1个月，郑州、许昌等重镇相继失陷。至5月25日，中原名城洛阳也落日军之手，中断了6年的平汉铁路又恢复了交通，豫中会战至此结束。就在洛阳城陷的当天，日军侵华总司令燕俊六在汉口设立前线司令部，直接指挥对湖南的作战。5月27日，日军兵分三路向湘北发动攻势，长衡会战由此爆发。
驻守湖南的是第九战区薛岳集团。虽说第九战区部队与日军在湖南有过三次血战的经历，并取得长沙会战的胜利，但由于战区内各派系部队中保存实力、消极避战的情绪十分严重，结果日军没费吹灰之力便长驱直入，于6月18日攻陷长沙。随后日军乘胜南下，接连攻占株洲、醴陵、攸县，进逼军事重镇衡阳。衡阳位于湘江中游，是贯通粤汉湘桂铁路的交汇点，也是通往东南各省公路的枢纽。衡阳飞机场还是美第14航空大队的重要基地。守卫衡阳的是方先觉的第十军，守军在内无粮草、外无援兵的困境下，同仇敌忾，奋勇杀敌。从6月22日开始，日军先后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攻城，动用了飞机、重炮、坦克，并一再释放毒气，但均以失败告终。激战至8月6日拂晓，日军终于突入城内，双方随即展开激烈的巷战。正当战斗进入到白热化的时候，方先觉奉蒋介石密令率部投降。坚守了47天的衡阳保卫战最终以可耻的投降而告终。衡阳失陷标志着长衡会战的结束，双方都损失惨重，日军伤亡6.6万余人，国民党军死伤9万余人。8月26日，日军第六方面军成立，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。日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就是广西的桂林和柳州。9月8日，日军的第13、40、58师团沿湘桂路两侧向广西急进。驻守广西的国民党第四战区张发奎集团虽先后调集9个军参加会战，但其中半数是由湘粤赣败退下来的部队，战斗力极差。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，无心恋战，且战且退，桂林、柳州、南宁等地相继失陷。至12月10日，日军在打通了自黄河经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广西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后停止进攻，豫湘桂战役就此结束。此次会战，日军自4月中旬至12月初共击溃国民党军50万，攻陷洛阳、郑州、长沙、桂林等146个大中城市，夺取了衡阳、南宁等7个空军基地，打通了中国大陆交通线，取得了所谓的重大胜利。但是从战略全局上看，日军无疑于作茧自缚，战线纵贯中国大陆，兵力愈加分散，自此陷入更加被动。